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余秀华啊，余主席，你千万别这样喊我啊！对，马上去跑调，不跟着我呢。哎，我觉得这个咱们锵锵很骄傲，是吧？他在咱们这儿出现的这个造型，是他在所有媒体上出现的都不一样，对吧？嗯、主要是因为我的围巾啊。又要讲，我就等你这句话了，大哥。哎，你不是穿着标志性的这个红色羽绒服？刚才为什么到我们棚里，你又肯把它脱下来了呢？过去从来不肯脱下来。我怕热啊。热，太强了。你倒是实在，是热。对，哎，你看，我随便翻开他写的，他出的这个诗集，哎，我现在觉得出书的速度。嗯，竟然可以快到十天，我也很惊讶，很惊讶，像坐火箭一下子飞上了天空那个速度。哎呦，这出口就是诗啊，像坐火箭飞上了天空。这个，但是你觉不觉得出版社啊，之所以这么快的速度来出书，它当然是有商业的考虑，因为这个时候你正火，而且正如你自己所说的，火也不见得能火多久，对吧？哎，唰一下，你认为这种商业考虑是，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他当你一个诗，当你的诗变成诗集的时候，就是为了卖出去。你既然想卖出去，它就是一个商品，他就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卖得更好。对出版社，对我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对，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不 对。没错，很实际的问题，这是。哎，对，这是很实际的事。哎，你们那里就是这个一般家庭的这个年收入大概有多少？我们那里农村嘛，还真不多。就是就我们家来讲，一年就是一年的收入大概就是万把块钱。真不多，一年万把块钱。嗯，有地有多少地？地大概有10亩地左右，但那是小亩地啊。别人有的地是1000平米，我们那个地是按660的标准平米的计算。哦，所以它的收入不是很高。那你们家的这个主要挣钱的这个途径是通过什么呢？种地还是养兔子？养兔子还亏了钱，还那养兔子只是我自己的，我只是我想做的一个事情，我是想通过他来挣一点零花钱，结果兔子死掉了，还赔了本。哦，还赔了本。嗯，现在本还没回来。就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是不是很多农活也不能干？对呀，很多农活干不了。那主要靠谁呢？干农活？靠我父母。你的父母？对呀。哎呦，那他们得多大年纪了？他们60多，很辛苦。那真是很辛苦。哎，但是这个书啊，我预期肯定就这个时候出版，肯定会很好卖。你觉得这个经济上一下子会不会给你的家里带来一个改善？我希望如此。那改善了之后，你将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啊，还不是那样的生活，他能怎么样呢？哎，这个有这个记者问他，就说这个你想不想这个离开村子到这个县城去生活呀？然后你这他可会说呢，他说，哎，要不你给我想想办法。他很实在，是吧？对。哎，文道，你谈谈对余秀华的印象。那我觉得这个诗里面，我一直好奇一点啊，就是因为你从来不介意谈您的脑瘫，那这让我想起来呢，因为我见过你曾经说过，在这本书的跋里面你也写到，就说到你当初是喜欢写作，之所以选择写诗，是因为诗用的字量最小，用的文字最小。所以对于您这样的病人来讲，您这样的身体条件来讲，写诗相对容易。但这让我想起来，比如说20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瑞典那个诗人特朗斯特朗姆，他晚年的时候，他近几年也患上了脑溢血，他得了脑溢血又好了之后呢，他写的诗跟之前就变了。变得怎么样呢？就是我见过除了他之外好像还有几个这种例子，就是一个诗人他忽然出现脑的问题之后再写诗，
他的对文字的感觉会不一样。嗯，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现在的北岛，他前几年有点不舒服，那么再出来写诗的时候，因为他可能有些字他忘了，或者有些字他要很艰苦的把它拾回来，就语言文字的出现对他来讲不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喷薄而出的时候，那么整你等于在跟文字搏斗，那么这种情况写出来诗是不同的。你知道这两天我还看见一个新闻，就说有一个老人家呀脑梗，脑梗之后呢他不会讲母语了，只会讲英语，就只讲英语，他的母语不是英语。好奇怪呀、啊！这好奇怪，你觉得你的这个大脑或者说你的疾病，会影响写诗吗？因为我这个脑瘫是小脑神经失调，小脑就是运动方面的，就是控制运动协调，它和大脑的智力还真没什么关系。嗯，虽然我这个人很笨，但是它和脑瘫没关系。对，也可以说有关系，它使得你更聪明。哎，真的不聪明。但是，我不是说就是说是这个瞧不起这个咱们的农民兄弟哈，就因为我也在农村呢待过一些时间，我跟你这么谈话呀。我觉得他流露出的他的这个聪明劲儿啊，他的这个练达呀，农村里并不多见他这样的人。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虽然说老瘫就是小脑神经失调，他没有影响我的这个智力，但是他还对我的对社会，对我整个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和正常人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对，所以别人看你的时候，总觉得你的思想和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对，我就想说，那会不会，比如说您在，因为你提过这样的一种事情嘛，就因为写诗对你来讲是相对容易，是因为是写作上容易，指的是身体上容易了，这是一个身体。对，所以呢，我想知道，就是当你因为脑瘫是小脑问题，影响运动协调，跟大脑对文字的记忆感觉那方面没影响，但是问题是会不会这种运动上的一种能力的影响，使得你在写诗的时候，比如说你会更倾向于让这个动作本身更轻便，比如说使用的文字、使用的字的数量，或者每个句子的语言更短、更节约，因为你的诗句。是比较倾向是短句，是啊，本来就是这样，是吧？哎，那我想知道你这个写诗的这个营养或者说土壤，比如说你喜欢中国的唐诗宋词吗？你会背唐诗吗？小时候？我小时候真的还很喜欢，特别喜欢的是宋词，但是背了。背的就是记不住，就是这个记忆力还是。不好，有的人记忆特别好，对，我就是记性不好。自己写的诗，上午写的，下午就忘记了。你自己的诗你能背过吗？我一写都记不住，一句都记不住。哦，你看，记忆不好。我注意到他有一个诗，跟文道刚才说的这个话题也有点关系哈。他说这个，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当我注意到我身体的时候，他已经老了，无力回天了，许多部位交换着疼，胃、胳膊、腿、手指，我怀疑我在这个世界作恶多端，对开过的花朵恶语相向，我怀疑我钟情于黑夜，轻视了清晨，还好一些疼痛是可以省略的，被遗弃，被孤独，被长久的荒凉收留，这些我羞于启齿，我真的对他们爱的不够，这是2014年写的。但是你写的许多部位交换着疼，是不是自己的身体感觉？有时候身体，比如说手指啊，它还是会疼，胃也是老毛病。就是我想，我写诗歌的时候，还是把这个疼痛夸大了一点，它还是会疼，特别是胃老毛病嘛，经常疼。所以把这些给写出来。所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活呀，哈，好像特别有韧性。而且，你看，咱们通常以为啊，写诗的人
那是感情啊，这个神经啊都是特别敏感，感情特别丰富的，是啊，是吧？你肯定是。但是呢，你看你生活在你这样的一种这个生活现状当中，你觉得你很多感情的这个需要，是不是平常在生活里，经常会觉得有受挫折或者那种冷漠的感觉？这从我懂得感情到现在一直是这样。这个还真的与我的身体有关。跟身体没有关系。有关。有关。有关。与身体绝对有关。对。当然与我的性格也有关。这是几方面的原因。跟你什么性格呢？我就是一个好像是比如说反正我这个性格不太好。就是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会替他考虑很多。你就想把他抓在手里，但是往往这种强烈的感情感会给另外一个人造成困扰，而且反过来你的身体不好，你又长得这么丑，就说别人就会对你说感到恐惧害怕，所以说这个情感受挫，我觉得还真的不能怪别人，还是应该怪自己。哎呀，这不能叫怪，这只能说是我们的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基本条件，而且装在这个壳里面就有这些条件，就有这些限制，这没什么好怪不怪的了。就是说这样，就是感觉就像你刚刚讲的命，感觉这个灵魂装在这个身体里它很不协调。他的灵魂需要的东西，往往就被你的身体给限制了。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很不协调。你的这个你的状况啊，是让你有这样的感触。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你的这种感觉啊，很多人都有。我也觉得我的灵魂和我的身体很不协调。怎么会？当然可能。可能咱俩有程度的不同，但是我也经常觉得我的身体束缚了我的灵魂，所以实际你从自己的个人境况中啊提炼出的某种感觉啊，反而是会让人很多人有共鸣的。比如说你说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是你个人生发的一种感觉，但是一看之后大家都想这么睡。接着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咱们就到咱们重点节目了。这个余秀华来咱们锵锵一趟，怎么着啊，也得诗人念几句诗啊。其实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我觉得都没有这部分了。就是说，诗人呐、啊，开这个诗歌朗诵会啊，这个爱诗的民族还是应该有这么一种文化。对，我们根本什么朗诵都不流行嘛。就一般国外他们发布新书，作者发布新书，就算是散文集、小说，他们也有朗诵。包括北岛他们哈，都是朗诵，就朗诵。所以我想，余秀华，你也可以选一首，在我们节目里给我们朗诵几句。现在吗？好，太好了，我们给你鼓掌。好，哪一首？就是第一首。第一首，好，好。这个是个简短，而且不长。好。这个是个就叫我爱你。我爱你，巴巴的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茶叶轮流着喝，菊花、墨绿、玫瑰、柠檬，这些美好的事物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诀，他们过于洁白，
过于接近春天，在干净的院子里独立的诗歌，在人间寝室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而光阴交集，无不是一肝肠寸断。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会寄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大植和败植的区别，告诉你你可败植提心吊胆的春天。我给你讲句心里话，你的诗任何一个人读过的都没有让我这么感动过，只有你读的我觉得是最好的版本。你的，我就讲一下你的声音啊，配合你的诗行啊，我觉得我的声音配不上我的诗歌，我的声音真的不好听。哎，有的时候啊，一般人认为的那种不好听啊，它会有一种特别的好听。哎，啊，对，那个，我想，所以也我还想跟你讲句话，就刚才你对你自己的身体有一些感触，我也要说啊，其实每个人啊，他不管他天生是什么条件，说实在的，说人在起跑线上是平等的，不平等的，对吧？但是呢，每个人呢，他也能活出他自己的一个生命来。当他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啊，他这个生命啊，就跟他的各方面的条件呢相互配合，互相这个闪光。比如说，就像我刚才听你读的诗，哎呀，我真的就心里有感动啊！我想到你的生活，你这个人，你的样子，你的声音和你的这个诗，哎，天衣无缝的配合在一起，我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你这样说就让我感觉我的诗歌是有缺陷的。哎，你这么想有意思。 我这么想啊，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诗歌朗诵会喜欢诗人读回他自己的作品，诗人并不一定声音都好听的。我听过很多诗人的声音很沙哑，甚至是有诗人是口疾，也是说不出好话。但是因为你写诗的时候总是有声音的，那些文字是有声音有韵律在脑海出现，而那个声音它是怎么来的呢？是你写诗的时候你喉咙里面的震动，你脑子里面就算不读出来，你脑子里面自己的声音它都在。哎，所以这个时候他，你自己把自己写的诗读出来的时候，就不是好坏，不是好听难听的问题，而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是你的声音。我这么跟你讲吧，这事儿我是专业，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我们现在认为有一种特别俗的腔调，就叫朗诵腔。这一直是我呀在研究诗朗诵时候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避免朗诵腔。就所谓金属般的声音，哎，就是像这样。但是实际这叫一大俗，人们听腻了。我们现在有时候更能欣赏的是有一种特别的声音，或者说什么叫人的声音。其实他们说，很多说这个朗诵腔就是不说人话，因为不是人的声音。但是呢，其实什么叫人的声音，就是你这一个人的声音，就是这一个，只有你有这样的声音。特别是我觉得你特有的这种声音里啊，有一些要叫我感觉有一种呜咽感，呜呜咽咽的感觉，这个给这个诗啊增添了很多感情。就刚才我听着有一些酸楚，就是这种呜呜咽咽的感觉。那我一直想问另一件事，就是我看刚才在谈到，就是说你觉得你的身体束缚了你的灵魂，或者说你觉得你的，像你刚才又提到你的声音不够好听，会使得你的诗读出来不好听。我好奇一个事情，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媒体在介绍你、报道你的时候，因为我刚从海外回来，大家一提就那几个标签就会出现：脑瘫诗人、农妇诗人、农村诗人等等的，这些标签一直都有。但是我好奇的是，我看你的诗的时候，有一些诗让我觉得惊讶，就是它跟这些标签完全不符合。怎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诗它相当的，我甚至要说很知识分子。
你比如说像有一首诗，那首诗就叫做一只乌鸦正从身体里飞出，我稍微念一念，如同悖论，它往黄昏里飞，在越来越弱的光线里打转，那些三脊又一次面临时间埋没的假象，或者也可以这样，三脊是埋没时间的假象。那么被一只乌鸦居住过的身体是不是一只乌鸦的假象？就它非常让我想起来德国的那些诗啊，以前德国的诗非常的知识分子化，非常的是有哲思感，它跟我们平常比如说之前流传的网上流传的你的很多关于农村的生活，或者比如说你那首很有名的是你带着你们小狗的那个故那首诗都很不一样，它这个有形而上的气息。对，就我好奇，就是你这种诗是不是你很想写的一种诗，还是怎么样？这种诗其实表达的还是一个内心。他们给我贴标签什么老他是农夫是这些标签，虽然我不去反对，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假如我写诗歌的时候所有的标签都不存在，它贴不上来，它往我身上它怎么贴它都贴不上来。因为我想你写诗的人是什么人都可以写诗，他没有规定说你这个农夫你不能写诗，你要放在你不能写诗吗？因为你写诗的时候就是你的一个状态，它是不需要任何身份任何标签的。所以我的很多诗就是比如说一只乌鸦从身体里飞出，很多诗都是这个样子。我也觉得很特别。那我觉得像这个诗歌呀，你觉得它在你的这个精神世界，就是你的生命里起了什么作用？诗歌在生活里是起不到作用的，但是你一个人他有精神生活，所以他一直给我住在我的精神生活里，而且我觉得诗歌真的对我很重要。是不是靠着这个诗歌能够让你抗衡生活的不满足？很多事情能靠着它能够支撑过去，好像觉得你生活里也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被别人打击啊讽刺啊，但是诗歌他不会，他也是跟着你，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像是我们人也会从这个家庭啊，比如说你也有孩子啊等等，从这个里面得到感情的满足。孩子真的，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功就是有一个孩子。但是孩子你把他生下来之后，首先他是他自己，他你不能想象他依附着你或者我以后依附他，这个想法我从来不这样想，我觉得这个不对。所以说一个人是一个个体，你不能说我依靠任何一个人过自己的精神生活，那不对，那你没有了自己，那你活的就不是你自己。所以说我坚持把诗歌这么多年写下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理。哎呦，这诗歌呀是养育了他有一个独立的灵魂，这个很多妇女生了孩子去全扑在孩子身上了，全以孩子为中心，你看他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灵魂。首先孩子是独立的，你把他生下来之后，这是因为他通过你这个渠道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就独立存活，和你真的关系已经不是很大。虽然你要养育他，不要他成人，但这样的一种感情和你的精神和你的那个生命，他关系已经
淡化。嗯，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生活，那些一辈子把自己献给孩子，我觉得也不好。嗯，而且我觉得你刚刚提到写诗歌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就是你刚刚在谈这点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点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在我看很多报道谈到你的时候，或者很多视频都会提到感受啊、感性啊这些字眼，可是我就像我们刚才我念的那首诗，我随手翻你的诗集，我都见到好几首其实都有很慎密很缜密的理性思考的层次在里面。我觉得诗甚至是一种，是不是你在思考，甚至是很逻辑的思考你跟世界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的一个工具，一个方法。因为放在博客里的诗也不是我全部的诗歌，它只是一部分。有时候比如那个中国大半个中国，我只是觉得好玩，然后我把它放进去，好多好多诗歌我没有放上去，所以大家对我的认知还是有一个片面性，这也不能怪别人，无所谓的事情。你自己现在觉得你的诗还有什么不足的需要努力的地方？那真的很多，比如说蛇姑说的那些很重要的事。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这样我很自我也觉得是他并没有完全说错，这他真的没有完全说错。